的雨天。是差不多这样。真假音转换啊？对对，不能心虚了。对啊，那假音那一句怎么唱？谁能体谅？哦，你看那假音，你要唱的有特色。对，谁能听了？特色，这个是有特色，但是。我学着一个人存在，晚上的你就不孤单，你给的力量，和我在夜里爱上流水，就算没有人心疼你的泪。OK， 他那个。哎，邓紫棋邓氏的那个假转音一出来，很明显要找到歌唱的 personality， 歌手就是这样，一听就知道歌者的一个特色。没错，像何美也是会唱，她歌很会唱，她没有特色。也有真假音转换，很厉害。副歌我听听看。谁能体谅我的雨天？偶尔感觉你都了解，过去那些大雨落下。瞬间，我突然发现，谁能体谅我的雨天？是差不多这样。真假音转换啊？对对，不能心虚了。对，你那假音那一句怎么唱？谁能体谅？哦，你看那假音，你要唱的有特色。对，谁能听了？特色，这个是有特色，但是大会期待你唱。谁能听了？就是空体呢，感觉这个如果再加上你刚才想姿势的，就是想的那个姿势，谐星的悲哀嘛，会不会大家关心？手心的蔷薇。哎，那这个如果写注音的话，可以了，没关系了，算对，没关系，知道这些都全对啊。哦，林俊杰、邓紫棋。好，一起来听听手心的蔷薇。手心的蔷薇，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男人让你觉得说没有跟他走到最后，是那种遗憾，但是却又不能的那种遗憾？好像当下会，可过了我就会过了就过了那个感觉。什么星座？天蝎座啊，敢爱敢恨。天，对，因为天蝎很极端，一百跟零，没感觉就会都没感觉，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一百给他。好，比如说我天平天蝎，那我选择跟你分手，但你依旧很爱我。嗯。你有持续不限不断出现，你要出现很容易嘛？嗯，在你的哦发个讯息啊或什么，这个天蝎会放手吗？最后，哈，可能不会。如果很爱他的话，缠着就不放手，就缠着他，对。哦，那已经缠我一个多月了。就不要再听。你的那怎么办？就跟你说了放手。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那天平又属于那种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可能要对他绝情一点，啊，不要给他希望，忍痛，对，是哦。对，你这是感情咨询啊？对，其实我说实话蛮突然的，对，这一趴突然，对这一趴，对，真的真的怎么办？天平座很难呢，对。天秤座都是帅哥，演比如说，真的就很善良，经常嘛，不，圈内圈外都是，都一样。你什么星座？老师，水瓶。你看，可以这样子，水瓶十二分之一